这只猪什么时候才睡醒啊？你骂谁猪呢？你看劳资等一下怎么削你。你还是先起来看看现在几点了吧。怎么办？要迟到了。还能怎么办？快跑啊。报告，开学第一天就迟到，你们俩给我去外边站着。这样站着好无聊啊。嗯，要不我们逃课吧。这是个好主意，可是我怕校长那个糟老头子。没事，跟着我就行。OK OK， 快点跟上来，别被校长那个糟老头子看见了。小点声。哦耶，出来了。走走走，我带你去吃蛋糕。好啊好啊，这里的蛋糕看起来都好好吃的样子。你挑好了吗？还没呢。我也是。那个草莓的看起来很好吃。还有那个巧克力的。艾玛那蛋糕真好吃。下次还带你来吃。欧克。现在我们要干嘛？要不我们去游乐园玩去吧。走走走。艾玛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先去上个厕所。那我在这里等你。2000 years later。 这娃子怎么还没回来？都等他半天了，该不会是掉厕所里了吧？先买个冰淇淋吃吃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快走快走，那娃子应该等急了吧？咦，他人呢？你竟然敢背着劳资吃独食，看劳资怎么削你！救救救命啊！